耶、yeah, ！欢迎来到 Will Be Good。其实今天是一个追加的一集，然后什么追加？因为我们的上一集有提到，我跟 Edison 在策划一个我们非常非常兴奋的比赛。没错，没错。那是针对一个散户可以借由最低的成本，然后进到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嗯，那充满了所有的 AI 跟单啊的这些讯号，那大家就可以进行这个选择，然后比赛，然后我们也给奖项。对，所以大家用最低的成本，在最安全的环境之下去学习交易这件事情，因为各位真的真正的学习发生在行动之后，所以我们觉得如果大家可以进到一个你拿虚拟资金去真实市场交易，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波动带给你的心情是什么。没错，没错，还有你赚钱但别人赚更多的感觉是什么，很不爽。对，所以各位也要跟大家提醒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投资永远不是为了打败别人，投资是为了你要达到你的理想人生，有这一点的话你投资会理智很多。好，我要公告名字了，来各位观众，这我想都想不到，这个 ChatGPT 都想不到。对，来这个名字呢，是因为我们是给广大的散户，所以散户是属于在投资领域里面像我们这样子很草根的人物，再加上说这是一个有数据然后挑选出来让我们可以跟单的一些讯号、所以呢这个名字叫做草根的崛起，根是跟单的根，希望你也喜欢这个名字。好，那我们赶快来讲一下那这个游戏应该怎么进行。好，所以其实游戏我们分成就是有三个不一样的选项。那第一种选项报名费是最便宜的39块美金，那你会得到2000块美金的虚拟资金进行交易。那在这个类别呢，你交易到最后，如果你的排名是在我们设定的范围以内，那么你就会有你的奖金。OK， 就是真实的美金给到你了。对，好，那奖金金额多少？你们再看一下参赛页面。好，那第二个类别呢是59块美金的。如果你是参加59块美金的这个类别，你会得到4000块美金的虚拟资金。你的奖励呢会是第一个排名，排名如果是榜上有名的话，那么你就会有一个排名的排名奖奖励给你。那第二个是你拿4000块虚拟资金交易，你利润会可以分一点点给你。哦，多少点我们要计算啊？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非盈利的一个专案，所以呢是看报名费多少，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报名费可能就是看剩多少，然后可以发给大家。好，所以就是以你获利的一个趴数，然后我们会再分可能部分给你。第三个呢是99块美金的类别，好，所以你付了99美金的报名费，那我们给你10000美金的这个虚拟资金，就进到真实的市场里面去。那你得到会奖品会有第一个是一样排名的奖金 ，OK， 那第二个一样就是你获利的奖金。那当然你因为你是10000美金嘛，所以可能假设 50% 你就5000的获利，那5000获利就算是 10% 500美金，500美金你也可以再玩五轮99美金的哈。好，那当然这个比赛我希望是可以不断的延续，那如果参加人越来越多，那当然报名费就会收越来越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越来越大的奖项。那我是希望可以在短短的时间之内达到我们要送房子的这个梦想。哦，那时候房子可以送的话，不是从你口袋，那报名费，你也贴一点啊，好，我要看我们这个能力。哎，等一下，先想这是哪里的房子？我们再讨论，我们再讨论，一样大家可以这个留言看一下你是哪里的房子，许愿一下，可能就是我们也先送个从头几款开始。对，因为各位这真的是一个就是非盈利，我还是希望大家重点放在说，我用很少很少，真的，你说最高的类别是99块美金，哎、欸，真的连米其林可能现在对你一顿饭就已经一顿饭就超过了哦。但是这样的方式，你就可以去有很完整的体验，说交易市场是怎么样子的，那甚至从这边去进一步看到你可以选择什么样的投资方式，那学到很多，那甚至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你认识新的朋友，对，那你就可以可能请他们帮忙啊、组队啊等等等，我觉得这个过程会是非常非常有趣啊。那这个本身才是最大的奖励，大家也不要把奖励放在说一定要拿到奖品什么的，只是说当你玩越多次，你可能经验越多，学到越多，对，那等到大奖来的那一次，你的机会就比较高，没错，对，所以鼓励大家就是不断的去学习它，那我们也会尽量控制在就是大家可以 afford 的成本。对，因为我们搭建整个系统啊，系统的维护、运营，还有可能是到时候你们很多问题，我们要安排客服人员等等的，这些都是要有成本的。对对，所以我们还希望说这个可以长期持续的运营下去。对，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但是也要确保它可以活着，然后去影响更多人。没错，创造大家可以学习到一种全新的方式来面对这个投资。对对对，真的，这是一个很棒的投资方式。哦，所以最后要提醒大家，就是好的投资来自于好的配置，好的配置来自于你有一些基本的理财概念。好，那理财概念就是为了要让钱最终是为你的人生服务，所以还是要回归到底你要什么样的人生，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相信你在投资上面会明智非常非常非常多。哦，对，哦，还有一个重点忘记讲，如果你是学生，学生报名的话，一律免费。免费啊、哦，我们直接帮你出了 ，OK？ 既然是学生嘛，对，但是你要记得，我们怎么验证他是学生？哦，学生证啊。其实我们目的是希望说，
就是希望让他可以在这里学习到学校不会教你的事情。OK， 对，这是一直是这个 Google 他一直想要推动的一个好法跟理念。所以可能学生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页面，就是学生报名按这边，那你可能就上传一下学生证。对，对，你们的心思我都懂。对，如果大家都上学生证，我们办一届就不能再办了，而且第一届奖金可能就赔完了。对对对，哦，所以大家就是君子协议啦，我会用他小朋友的那个幼儿园的那个学生证。幼儿园、小学、国中的学生证是不行的、哦、你至少高中嘛，嗯，对吧？如果高一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接受啦。对，这个就看 Will 咯。那不要大家去借学生证来报名呢。Anyway， 君子协议，好不好？我相信你们、哦、不要搞我们，不要搞我们，这个起心动念是好的。好，所以呢，这是最后一件事情、哦、学生如果来玩的话，我们是完全不用报名费。那也希望你可以中奖，这样就减轻爸妈帮你付学费的压力，或是你学贷的压力了。好，那什么时候开始报名呢？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你看到连就可以开始报名了。那我们第一场比赛会设定在8月1号开始报名，9月1号正式开赛。那比赛的时间是应该是一个月的时间、嗯哦、反正我们详情都会讲。所以你一个月我们会设定一些基本的条件，比如说你的组合不能够亏太多啊，对，或者应该赚到多少钱啊，对、哦、那我们就开始进行排名啊，进行所谓的 qualify。 那会有各式各样的奖项要送给大家、哦、所以请大家记住8月1号开始报名，9月1号我们就要开始正式比赛了、哦、所以如果你要邀你的朋友，你想要宰他的OK， 就是他的报名费输掉一定就是你的奖励、哦、如果你赢的话OK， 那就是大家一起来共享胜局。那还是一样，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游戏里面你可以体验到教育的世界，那我们创造一个很安全的环境，希望你可以学到 OK。 那关于报名的所有详情呢，请大家直接到这个节目的下方连结啊，你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报名的页面、报名的连结，还有报名的方式，还有怎么玩 OK。 那基本上进到这里面，反正就是会有一个游戏的地方，还有一个我们会发奖金的地方，嗯，好、哦、那记得这两个账号就是同时注册就好了。A 城最有没有想说的？对，我们一直希望的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去影响这市场上，还有包含大家想要透过学习来增进自己在投资市场上的能力，然后我们要赋予大家一个全新的样貌、嗯、就是说投资它有很多方法。对，那今天因为有数据、有科技的力量，然后可以带领你用一个新的方法，更科学，然后更有系统，对，更客观的方式，然后让散户可以不要是我们处在一个最劣势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状态去面对这个市场。对，这就是草根的崛起。当然我们这个游戏设计这个奖金的目的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游戏的过程、竞赛的过程，然后去增加这个趣味性。但最重要的是学习，学会另外一种方式来进行投资。对，这是我觉得可以带回去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对 对， 对，用投资影响生活，对，这更重要。 OK， 那今天就到这边了，我期待在比赛里面看到你们。 See you， 拜拜拜拜。